这个小贱蹄子，葫芦里卖的什么药？有点意思。怎么，你的魂也被他勾去了？小心眼又犯了。哎，在家，别动手动脚。 这就是你的计划，靠近他，出卖色相，你就没有别的办法，非要自轻自贱。对，我就是自轻自贱。何尝不想一枪了结了他？但方长林就是一颗棋子。那你说，你到底要做什么？芳菲谨慎。 但方长林头脑简单，只要他们孤之离析，我肯定有空子钻。你的意思是说，想看狗咬狗？我查过了，方长林在赌房欠了一笔钱。我听说你在那边有一点关系。我可以帮你，但不是不求回报的。你想要什么？ 你还有什么？薛东风，你脑子里就只装了这些东西吗？ 装了什么？打开，穿上它看看。 仅此而已。嗯，那你出去。又不是没看过。我已经一个人走过这个冬，抱歉电影没和你演到最终，从心动到心痛，也算。 后面拉链拉不上。 从心动到心痛，也算有。
完成你的要求了，行了吧？明天中午，星星云餐厅，穿着这身衣服。你去哪儿？完成你的要求。如果这一切都没有发生的话，或许我们还能和从前一样。你干什么？我说了我会还钱的。什么时候还？啊？就这几天，这几天一定还。老子是开赌场的，不是做慈善的。你说什么时候还就什么时候还啊？就三天，你也知道我姑姑是谁，不会不还你钱的。三天，就三天，利息我先收了，滚！今天这事儿办得还妥当吗？保持状态，后边盯紧。哎，南哥放心。哎，今天督军怎么没来检查工作啊？督军那么忙，哪有闲工夫来你这儿？放心吧，我会在督军那边说你好话的。哎，谢谢南哥。嘿，请慢用。事情办得怎么样？阿南去办了。那我们为什么要来这儿？当然是吃饭。就吃饭？像从前那样，约会，吃饭。好。等等。怎么了？谢谢。以前约会的时候，你总是会喋喋不休，不会像现在这样安静。因为我已经不是过去的我了，不管怎么样，我都不会和从前一样了。为什么不能和从前一样？哪怕就今天，就现在。薛东风，我真的没有心情跟你玩这些无聊的怀旧游戏。像从前那样看着我。督军，事儿已经办好了。他人呢？往医院去了。是谁把你伤成这样的？这也太过分了。